那时候一照有一个小白点，哦，然后医生就觉得啊，这个白点就是有一点怕，担心是肿瘤。然后我们真的那时候我妈跟我们讲说，我们就心想说，天哪，会不会真的是肿瘤？因为我们家卖了几咸酥鸡卖了二十几年，我妈妈每天在吸那个油烟，嗯，哇，超级担心，超级担心。后来跟我妈讲说，要不要换另外一家医院去检查？因为每家检查都不一样嘛。嗯，后来她换了两间检查，后来检查出来是她的血管肥大，哦，所以跟对，所以不是肿瘤，真的是松了一口气。那时候就觉得天哪，听到就觉得。真的不要发生，你知道，就是不好的事情。嗯，对，结果还好，老天保佑，妈妈就只是血管肥大而已。哦，对，然后现在就是，反正就是，我就跟她说，那你就定期，反正你假如去医院，你就是该做的就都做。嗯，对，嗯，有很大颗吗？好像像那种鸟蛋那样子，鸟蛋再小一点点这样。哦，对啊，所以那时候就觉得，天哪。就是会不会什么？其实没有到很小。对，没有到很小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很担心啊。对。然后还有医生讲说，我妈妈这个有可能是肺塌陷。我跟我妹讨论说，肺塌陷很严重，照道理应该已经没办法穿腿啊。对啊。所以我说，那你赶快就是再换个医生。他好像后来换了两家医院，后来才确定是血管肥大。对，这个会怎样？好像就不会啊，就是定期追踪，一样是定期追踪。哦，我的那个右肾有长血管瘤嘛，他说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就要跟他共存，然后定期去追踪就好，因为它就是良性的，除非你每年追踪，它有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它可能随时可能会爆掉。好像如果超过十，哎，好像超过十公分还是什么，他就会建议你就是手术把它切掉这样子。对，那你现在多大？现在好像才四公分之类的吧，就是一直有在，就是一直持平，没有变大，没变小。对，十年有了吧？哇，这么久？对，应该有十年了。对，就差不多，就是他。可能两年长大一点点，两年长大一点点这样。然后我有问医生说我们要注意什么，他说没有啊，你就是与他共存啊。哦，对，哦，有啊，他离婚，我也有传给他。啊，离婚也有啊。对，就是我就等于是我们没有交恶，其实我们就是我看到他的新闻，不管是好还是不好，我都会就是传给他，帮他加油打气啊。嗯，对。那，啊，他有回应啊？有回啊。他就是说啊，哦，谢谢啊什么的，对对对。哎，你最近有看马克友的新闻吗？就每个人都会跑来问我，像我前几天跟我新加坡朋友吃饭，嗯，他也是新加坡朋友，是新加坡人哦，他来台北玩，嗯，然后也是聊天聊一聊。哎，我有看到新闻哎，你有看到那个马克友怎么变那么瘦？然后我就说，嗯，对，他变很瘦，就是你知道，每个人就是。看到我就是还是会开口闭口就是都会问我这些东西，但是就都过去了啊。对啊，就是老天给你一个人生的，嗯，干什么？给你让你可能让你叠一次跤，然后让你更珍惜自己，然后更就是更珍惜身边任何的每一件人事物这样子。对啊，嗯，就会这样告诉你，就是或许如果没有那件事情，现在的我可能也不是这样子。对，是吗？对啊，这么重大的改变啊，这么重大的改变。我说，就是我觉得你要把这件事情往好处想，你不能一直想说，就是哦，我就超衰了，不干我的事情，怎么样怎么样。如果你一直对自己是这样想的话，你当然你的想法就会变得很负面。所以我当然我觉得就是你就只能往正面的地方去想，说或许这件事情可能真的很无辜还是怎么样，但是或是不是这件事情可以老天是要让我学到更多的东西，嗯，对对，还是老天要让我走更不一样的路。聊天是平素的无聊。
我们跟卡卡加入林，用不同方式看新闻，谢谢你看超人气 YouTuber 报新闻，我要有点小小直播线上即时互动，轻松有趣多元内容。3月16号起，每周六晚间9点，子午计划 VTubers 在三立新闻网。